大表哥有女朋友他呢？哥好厉有害。啊，我弟有女朋友啊，我弟谈女朋友了，对女朋友可好了，我弟对女朋友超级好。今天还算是比较认真的，稍微打扮了一下，明天也打扮一下，明天去弄腿子，明天还是把腿露出来吧，算我明天穿裤子吧。你要不要穿个裙子？明天要弄腿子，你明天要不要穿个连衣裙？性感。穿长的是吧？长裙。不是短裙吧？短裙好看一点，穿长裙。明天要弄腿，弄这儿，弄这儿会怎么样呢？就到时候应该要贴纱布。贴纱布，那对，要么你就穿裤子。穿长裙的话，穿长裙的话，走路不方便，我怕你买单的时候跑不快。怎么会对我不好呢？谢谢啊，天天跟你最好啦。我怕师傅买单会跑不快，你要是穿裤子跑得快一点。其实我今天真的很，我今天在家化妆可用心了，特用心的化了个妆。看出来了，我平时在家里都不化妆，平时在家里只看我看睫毛也贴了，贴了个睫毛，对，一簇状的，而且还是簇状的。一簇一簇的，我都贴了一簇一簇的。这个口红好漂亮，这个口红是定做的，自己做的，做了自之己后，制作的。做了之后弄掉了，弄掉了之后，然后我直播间以前的一个大哥，他又给那个家商店打电话说，按照我之前的配方给我配了一个一模一样的。我的天啊，就多少钱？100多。这还随便就是能立马买到吗？还是要等？自己做半个小时。明天记得提醒我把这个东西带着。谢谢大哥，这个带去我们就是去外面直播是吧？不是，坐在车上，我们要插队，然后别的车让我们了，我们就谢谢大哥，就把这个牌子伸到车窗户外面，摇一摇，这样，就把窗户打开。谢谢大哥，不用谢谢大哥，不用喊，不用喊，这几个字，那开车在外面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对着那个车这样摇一摇，千万不要摇不成用。这边了。啊，如果别的车想插我们的队，你就把这边给他看。如果你要给对面的车看，你要这样翻过去，这两边可是不一样的哦。别人给我们让位就谢谢大哥，别人不给让就会不会开车，知道吧？那我是不是要再配点表情？会不会开车？不需要，不需要。不用。好吧，弄个牌子给人家看就好了，万一人家在录像呢？那个小狗在凶着，那小狗在咬人之前，它会鼻子哼两声，是不是？我徒弟肯定会高翻，我觉得那个一巴掌。我们车好，我们跑得快。我们。反正就是，反正尽量就是谢谢大哥嘛。他要敢怼我们，我们就直接下车，对他车前一躺。要不你就睡了，别睡，别睡。我进去用电脑播，我的电脑已经好了，现在一点都不卡了。我今天装电脑装了2、3个小时，就是你知道我找了一个人上门帮我装电脑，然后这个装电脑呢，你可以坐这上面，这种啊，还有这么高，还有这么高的，你看你坐高的舒服还是？我想坐高的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这个别弄到裤子里的，然后，谢谢师傅。我觉得你今天晚上应该是够吃的吧？不吃不吃，毕竟还有那么大一桶。他还有这个，你特意给我买的这个，我一直都没有吃，因为这个东西比较胀肚子。这个可以拿去那个这个很烤胀一下。肚子。谢谢我天一哥，感谢天一哥的飞机。哇，谢谢天一哥，哇，打在一心上面了。谢谢哥一心哥。插个头，你要记得时时刻让大家帮你把人头过一下，哦，不然的话就是谢谢谢谢。过行有点不容易。谢谢师傅。这个我就给师傅了，天一哥，你不会吃错吧？你不会因为我切了师应傅该吃错吧？还应该不会。好然吧。后基本上东西在这，水都在那里，渴了可以喝矿泉水什么的，那里都有。好好好。那冰箱里面都有那个谢谢，人头，谢谢雨山哥的人头。然后冰箱里面有那个冰箱里面还有这个东西。你冰箱里有多少东西？你要不要先去清点一下？我跟你说，这个是真的，这一包零食是真的还挺大的，说实话。而且这个零食，今天让他自己给包过来的，这个是真的还挺大的，这是我买的超大的、超大箱的。我看你这几天在这儿能不能把它吃完吧。
应该用不了多久。然后冰箱里面都是饮料，都有，有可乐。师傅，你要不要清点一下你的冰箱？嗯，因为我怀疑你明天会找。冰箱里面全都是水，能吃的就只有这个了，只有这个卷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瑞士卷，就是我那天在超市买的。来一个，这个蛮好吃，把可以把它拿出去。哎哎哎，小，可以拉一个。抱着，这是直接吃吗？对对对，你可以不用放冰箱了，可以不用放冰箱这个。我觉得有必要清点一下你的冰箱。然后雪花也有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个要丢了，这个冰淇淋蛋糕这要丢了，已经放了好久了，我都忘记放忘了。然后反正可乐也有，这个饮料也有。这个饮料很好，这个饮料我拆了一点点，我是直接拿瓶儿喝的，这个挺好喝的。菜什么菜？这个要加热的是，饺子什么的，这些我买的时候都没卤。火锅。三全的，三全的好吃。主要是这个。三全的水饺好吃。好，你把它吃完吧，主要。超哥不敢在家里放饺子了。这边都是肉什么的，你可以选择做饭什么的。你要来的话，你要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去做。你明天几点起来？我给你做饭。嗯，那倒不用，我想睡到自然醒，然后去外面吃饭。我们两点左右要出发去外面，你好好、哎、就好好睡一觉，睡醒了之后再说。不用，去外面吃。兄弟们，这个饺子我去年买的，到现在快一年了，反正我在家也没有煮过，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了，让他吃了吧，再不吃就要过期了。这个也挺好喝的，尝一下。谢谢。这个是我在那个超市买的，这个饿了可以煮饺子，也可以吃泡面。来，过来。穿这个拖鞋。哦，对，我还没有穿拖鞋，我天，忘记了。穿这个拖鞋。煮泡面可以用这个锅。哦。哇！什么味儿的都有。哇，切！三方泡面都有，你自己买的吗？还是大哥送的？那里面还有海吃锅粉。天啊，是娘们送的还是你自己买的？你自己买这么多？有的是我自己买的，有的是别人送的。火鸡面。想吃啥就吃啥，尽管吃。天啦，这哪吃得完？对，师傅，我不走了。记得他的一句话，这哪吃得完呀？这哪吃得完？嗯，还有这种，还有这种也可以吃。你看你想吃什么？这种是重庆小面，盒装的，煮个水就可以了。这哪吃得完呢？这就。然后那个这还有嗨吃锅，都掉了。嗯，这个螺蛳粉，这是我从柳州买回来的。哎，为什么我就没有？为什么这里会没有网？他这里离客厅的那个 WiFi 有点太远了。可是好吧。嗯。好。但是其实是有网的，我一般用那个网，我在这里可以播。但是可能苹果差一点吧。那苹果手机是好卡，走的时候去外面动不动就卡掉了。走的时候发现我的面具在哪？来，这个也是我买的那个虾片，这个听说挺好吃，就是在山姆会员超市买的。虾片，对，我这个是开过，你直接把上面一打开就可以吃了。这个还是没有打开的虾片，来，就这个，我也不知道是啥，反正也都买了。这个应该也是虾片。这是棉花糖。你家吃的真多。这是过年的时候，你现在拿一个吃吧。这是棉花糖。这是斗鱼发的，主要是我放的。这是斗鱼过年的时候发的，现在已经过去3个多月了，我一直没有拿出来吃过。昨天我在家里大扫除。然后我把收出来，我才发现原来它是棉花糖。要不把它炫了吧？嗯，太硬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过期了，反正是过年的时候斗鱼送的。没关系，我就吃了一个，应该不会死。我昨天也吃了一个。我昨天也吃了一个。这不你家吃的太多了，放在这儿，这样子放，这样子我就可以把这一块露出来。我现在又给我的这上面加了一个这个，对，谢谢我天一哥，感谢天一哥的浪漫花束潘多拉魔盒，谢谢天一哥的潘多拉魔盒，大气啊！师傅家吃的太多，这就是我的天堂。看，火凤凰，马上我要再拿一个奖杯回来，到时候我又把这里拍个照片，家中一角。谢谢。
谢谢豆鱼爸爸，这是我这些年的战绩。哇，这么多奖杯，这个好好看。这是火凤凰最近才得的一个。哇，这也是的吗？娱乐盛典。可以把这个遮住，就这样看。2022年度冠军，把这一行字给遮住，燃烧吧卡路里。这里面还有很多这个牌子，这些都是奖牌，因为像以前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那种活动都是发的奖牌，就是徒步啊，还有徒步也好，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马拉松，全都是发的奖牌，就不是这种。这个可不是买的啊，这每一个都是纪念着我的，彰显着我的那个。你看，这个是2019年年度正能量主播百变姑姑肖书简，2019年的娱乐盛典。这个是2021年娱乐盛典，就2020年我没拿到，2021年娱乐盛典。马上我要去拿一个2022年年度娱乐盛典。别给超哥开19年奖杯，哎，那个奖杯是我忘记什么了，反正那个奖杯还挺那个。这冷的，你用微波炉热一下吃。嗯，挺好吃，你说这个好吃，真的好吃。这个都已经冷了。冷的也挺好吃的。比我在重庆吃的还好吃。小爱同学。哎。打开客厅所有灯。好哇。这么牛皮。你要在这里播，你要想拍这边，用这边一角了。小爱同学。小爱同学。在。关闭我的纱帘。好的，搞定了。哇，嗨西西哥哥，这边真的关了，这边就好看一点，这样遮一下，这个环境还可以，挺好直播的，对不对？嗯，欢迎我天一哥，你吃饱了又开始炫，我吃饱了，我又开始炫了。那个年度我是没有走红毯的，我这拿的都是正能量冠军，就是跟那个打年度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因为我那打年度也没有打进十大呀，我也没有打进前三啊。只有分区前三才有，我只是进了一个前十，就算我不偷他，他也没有，因为我偷了他，我也没有。19年的那个奖杯跟我上次19年打的那个年度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好，我喝了一两天，我这一瓶喝了一两天才喝了这么多，好喝吗？嗯，怎么了？我为什么又没有信号了？对啊，不知道。你连的是，哎呦，我是用自己的网。嗯，我用自己的网。你这用的是自己的吗？嗯。你没有连 WiFi 吗？没有。连一下 WiFi 吧，要不？好。谢谢我天一哥。什么饮料？这个就是小青柠汁。饮料，这个是在那个就是山姆会员超市买的，然后准备过两天带他去逛一下山姆会员超市。我家里有一说一，我家里手机还是挺多的，但是呢，那些手机都不适合直播了，那些手机都不太适合直播了。好，连这个也可以，这个是客厅的。你再进去看一下，可以吗？嗯，谢天一哥，那我进去用电脑直播。嗯，看我的猫，因为我要 PK 连麦什么的话，我一直在客厅，可能会我们两个在一起不会很吵闹，然后我也会影响到他，他也会影响我，我们就分开。然后，你看怎么还是卡的呀？你自己用手机看一下，你卡不卡？不知道。这个
我今天这个妆容感觉，哎，我怎么感觉我自己好清晰啊？ PK 不了一点， PK 一点嘛， PK 一下嘛。好清晰啊，我怎么感觉我今天这直播看着好清晰啊。嗯，是蓝光的原因吗？真的今天好清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我平时也是这么播，我都没有调过呀，我什么都没调过。嗯，手机看好像不怎么看。手机看是不看什么？嗯，它现在是绿色的，就是网的绿色。那就不看，那我就用电脑播了，兄弟们，我就用电脑播了。好，播吧，嗯，播吧，播到再播，我播一两个小时，播到3点钟之前下播哈。嗯。在客厅小声点，有点不隔音哦。完了，我的电脑别人给我撞坏了，撞反了。我的电脑别人给我撞反了，我今天没有注意看，那时候太着急了，因为我着急着出门。你看，外面的这个哪是在外面呢？这两边的撞反了，我的那层玻璃是在那边。妈的！把我电脑装反了，他把我电脑这个装反了，我今天忘了看，我没注意，我真的是服了，我搞忘记了。因为我今天出门太着急了，我都没看，知道吗？我只看一下我的直播间有没有弄好。哎，我真的是服了。今天是哪个电话呀？今天下午1点左右。应该就是这个。你好，今天是你在我家帮我装的电脑吗？好像把我的盖子装反了。两三天就两三天咯。哎，真的是人麻了。我这还有一个，哇，这还是螺丝的。我得用手拧螺丝，兄弟们，你看。哎呀，真的是服了，这明显的，我电脑朝这边，那肯定是把有玻璃那边放外面啊。我觉得那个人他是不是故意的呀？这么简单的道理。是不是因为他来给我装的时候，他就知道那有玻璃的一面是放在外面的？这么简单，这种东西还能装反？天哪！哎呦，我真的是人麻了，他肯定是着急着走。
主要是我这后拿开了。我这些线全都已经插上了，等一下我要重新把线拔了之后再重新搞，太麻烦了。天一哥，本来我直播间新观众就不多，你要退娱了，我咋办啊？来一个新的哥哥，然后退娱一个。这么简单的东西，竟然都还能装反。困了，睡觉了。不行，学徒装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感觉他确实好像也不是。这明显的，我电脑明显的是这，应该能看到吧？但是现在确实没有那个风扇了，就感觉好像没有那个风扇了，好像没有那么漂亮了。我之前机箱外面全都是风扇，各种各样好看。带电操作没关系，不怕。我现在要关一下我的窗户，封盖装反了，搞什么？我的封盖装反了，我的电脑今天不是找人帮我装嘛，然后那个装反了。怎么一台一台的？可能电脑，这是水冷啊，这个是水冷的。这我今天刚昨天刚做的卫生，在家里面昨天大扫除了一天，然后把家里里里外外包括这些线全都拔了之后重新插上，然后重新搞的。哎呀，真累呀。好，那我准备直接换电脑台了。怎么放两部片子片里面？你们看一下我电脑现在好没好？我现在把我的杆子也装上去了，然后我的窗帘在这里。明天让我徒弟在家里帮我一起把窗帘弄上去吧。然后我再花个时间找别人帮我调一下我的摄像头，调一下我的电脑摄像头。后面这两天再抽时间弄吧。看到就看到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又不是没见过。